兄妹组合乐童音乐家因精湛歌唱实力吸引众多粉丝喜爱。回归两年，日前他们终于推出新专辑回归乐坛，而两人时常展现真实兄妹的相爱相杀。近日他们登上网络节目时，一段画面又引起讨论，其中李寿贤笑着拿起一杯咖啡准备要喝，但突然发现那杯咖啡是哥哥李灿赫喝过的，让他瞬间变脸，立刻将咖啡啪的往桌上扔。这段画面瞬间在网上疯传，网友看了纷纷笑翻，直呼确定是亲兄妹没错，那个手摊开像是被咖啡咬到一样，嫌弃表情太爆笑了，好险两人是亲兄妹，不然以为不合嘞。亲兄妹真实互动再度让网友全笑出来啦。